先加好水之后，然后把气压棒锁好，打气，打气到适量，压下去会喷水，这边可以调整喷水的模式，然后这边可以压下去往前推，扣住，往后推就起来，然后这个喷杆可以伸缩，这边可以旋转调整伸缩的，把它调紧，可以放松调紧。然后使用完的时候，要把拉杆往上拉放气，就这样。